为了将日本交通理念向下扎根到校园，嘉义县政府牵手内政部营建署推动嘉义县日本交通校园三道系列活动，邀请艺术剧团、掌中剧团结合交通部一路老师专业课程资源，在今年的11月将要在县内各国小国中来进行三道教育，首场在埔子带动国小举行演出。管理汪章良、内政部营建署组长张志平也到场来欣赏表演。该县推动日本交通建设不遗余力，近年来积极争取前瞻计划经费，聘建学校通学步道，让学生上下课不再驾车坐道。除了实际建设，也推动日本交通理念教育，利用学校的晨间朝会，也则是集会时间，规划12场针对各中小的戏剧演出，首发场次在嘉义县带动各小举行。县长汪章良、内政部营建署组长张志平到场欣赏。演出结束了后，上台甲小朋友做伙互动，以及有奖问答，学生踊跃发言抢答，现场气氛热闹。交通安全、基本上是非常重要，可是大家应该要更熟悉道路的使用是有权利的，那就是所谓的路权。所以哪些地方、哪些什么时候那你可以用，哪些地方你不能用，哪些地方你应该让给人家用，我想都有相关的规定。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剧团。来我们国小，那透过戏剧的演出，让小朋友了解路权的观念。所以今天小朋友大家看的都很高兴，我们也希望从小大家就培养路权的观念。如果路权的观念可以培养，我相信很多的车祸就会减少的非常的多。所以请大家注意大家本身用路的权利，也注意一下别人用路的权利。那我相信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意外啊！我想大家必须要遵守路权的观念。校园三道戏剧演出单位包括艺术剧团、铁基路边创作体、在地掌中剧团、五洲圣义阁，运用超人气的动漫人物作为主要角色。剧情当中融入公共通行权，行人应该行行川线，路口改善，行人辟护道。连线性绿带、机车退出人行道以及禁止路霸行为，等等日本交通概念，以充满创意的表现方式，甲笑开趣味的台词，吸引学生注意，让学生不断的笑嗨嗨，演出大受师生的好评。新闻中来新埔子市采访报道。